你没有了解过剩下来的感觉吗？就像我是女生，当初是别人不要的歌曲，但是我又不小心唱红了。谁不要你说。从小听 Yuki 的歌长大的，直到预出道25年，将在10月7日站上台北小巨蛋开唱。那演唱会嘉宾的部分可以给那个提示吗？提示？我怎么能给你提示呢？你那么聪明，那你总可以说吧？不行，没有，我其实每个都想请啊，但重点是每个人他的行程都，我一看完之后就都傻眼了。应该是只有我去的份，没有他们来的。所以你现在已经敲定，还是还在挑？我怎么能挑啊？这种嘉宾怎么能够用挑的？我们不能这样挑别人，这样人家会觉得他们是被挑的。那我也曾经被挑过，如果我是剩下来的，那我不是很伤？你没有了解过剩下来的感觉吗？没有，还是你分享一下？对，你分享一下。剩下来的感觉就是你不需要跟其他的那个一起被剩下来的人成为一组。的主人，这样子的感觉有没有很难过？你自己要记得，我们没有要记得。没有。当剩下来的东西，它不会是最差的。就像我是女生，当初是别人不要的歌曲，但是我又不小心唱红了。谁不要？你说。我是女生，是没有，就是大家不要，有人本来不要的。哦，对啊，是被退掉的。谁不要？你说啊。我不能讲啊。干嘛？唱片公司不要我，怎么能怪他？哦。那就变你的成名曲哎啊对，所以剩下来的东西没有不好，对，应该是说我们懂不懂得欣赏他，我就是命中的那个女孩，所以当初你唱也就是命中了你。你今天怎么撩他？对啊，你结婚了，我怎么撩？也是啊，也是啊。那你把我放在哪里？怎么意思啊？当送呆。我们现在撩他。他比较不会乱问哦，我现在都是走防守的路线，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哦，这个危险。那演唱会服装比今天更辣，怎么可以不辣呢？不辣的话，他会写下去吗？我们会先从小辣开始，一直到大辣。哦，对，会到限制级辣吗？不行，因为我们这里面会有小孩子出现，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演出，要倒奶嘛。对不对？可以哦，可以哦。他已经开始写了，所以大家这边可以跟上。对，曲浪姐表现很好，可是后来为什么不想参加复活赛？复活赛，因为我们，因为我身上没有几个小时可以准备，所以那个时间太短，真的太短了，所以我们才决定放弃。但不会觉得很可惜？就差一步就成团。但重点是你不可以拿一个你有准备好东西，不可以没有练习然后就上去了。个人的 solo 舞台就会变得很，你会被自己搞砸。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没有时间，那我就宁愿放弃，就留下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舞台。就我跟阿玲的不要再等。你们听了几遍？很多遍。那请问人夫，你不要问我这种问题啦！我真的很想看你的整个人的面，因为你这样，你怎么又盖起来了？我说你最恐惧的就是不是他这里面现在目前为止他会戴着口罩，是因为他这里面最帅的。没有啊！好了，我们先走了，我们先走。戴口罩，你不戴口罩啊？其实，在场都很帅，但是因为有人有结婚了，就不说了。啊，对啊。结婚了你还要怎么样？对啊。没事没事，大家还好聊。